Hello， 各位挖哉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 Avis， 今天起就跟挖一起动吃动吧。其实你们知道，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刻是可以运动到的，比如说呢，我现在要洗衣服，那洗衣机就会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哦。下班很累，大家就想马上赖在沙发上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你们知道吗？沙发也可以做运动哦。其实呢，浇花器也可以拿来练背哦，大家来跟我一起练吧。哦，天哪 ！OK， 水都滴出来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既然这样子，我们就来动一动吧。哎呀，我还有好多衣服还没有晒，然后我又还没运动。不如我们就来边练大腿，然后边晒衣服吧。是不是很久没运动了呢？让我们用这个西瓜来运动吧。刚那剧情真的太让人生气了，我们还是不要再看，我们来运动吧。这几天的动作大家都记起来了吗？现在就跟蛙开始动吃动，保持运动的好习惯。